我们店铺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状况，肯定是有误会的。徐总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听说是有销售拿顾客小票撕对积分，全存自己会员卡里了。多少积分？折合成券，好像10000吧。这么多啊！他不想干了吧？别说我们商场，这在销售圈也是大忌啊。这事要传出去了，哪个派才敢用的？哎，这谁这么想不开？我也不知道。 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去打听打听。哎，别呀！哎，你别凑热闹，一个男的比我还八卦。徐总，你就是王满妮？啊，看一下，上面的会员卡是你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是不能收的。一般我送出去的东西，也不习惯收回来。是我的呀。有人举报啊，昨天这张卡里啊存入了23万的消费积分，这按照我们商场积分兑换礼金的原则，可以兑换10150的等额消费券。不是我，我没有撕对积分。我们已经查了你店里的销售记录，你确实有一笔这个金额的销售单。 这个没错吧？是的呀，但是我没有撕对客人积分呀。那个，徐总，其实按我的个人感觉，我觉得曼妮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。她最近刚刚升了职，按照她平时的为人处事，还有她这段时间的状况，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000块钱去做这种坏名声的事情的呀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商场开业以来，这种事情这还是第二次，上一次的金额还没有这么大。 涉事的销售也是开出处理的，这种对我们商场名誉影响非常坏的行为，我们必须严肃处理。各位领导，这张会员卡和销售单确实都是我的，但并不能证明是我自己去兑的积分啊，这关系到我的声誉和职业前途。我有客人的微信。 如果我能请他来为我证明我没有拿他的销售小单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还我一个清白了？1天时间吧。如果你能证明你没拿，我们再做讨论。谢谢。我没法做这个证。您看到了呀，我确实没有收，而且是您亲自把那个小票给扔掉的。我是把它扔掉了。 可我现在也怀疑，你是不是等我走了以后又偷偷捡出来，私自去兑了？好，就当是我收下了。您能不能帮我去证明一下，这张小票是您赠予我的？这我不能，当面说不要，背后偷着捡，这可是另外一种性质。这件事情真的关系到我的工作，能不能请你帮帮我？ 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别这样好吧？你这不为难我吗？你在我公司楼下的同事看见一个小姑娘跟我这样，我跟我老婆都解释不清楚。请您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帮不了你，对不起。给你买了点水。来来来，辛苦了。我还给你们买了点宵夜。 老赵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人，这个女孩，有吗？都反复看了，实在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。副店，我跟你保证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蠢到这个份上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保我呀？ 亲爱的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直接捅到商场物业了，这完全超出了我能够控制的范围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一组都是 A 家客户，总共12个，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客户，是能够帮助解决销售差额的客户。如果这件事情非要冤枉在我头上，开除我的话，那我就把这些客户都带走的。曼妮，从我个人角度，我非常相信你，但是明天这件事情就要报给店长了，报给总部。
你觉得以我的能力，我可以左右他们的想法吗？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刚才跟我说的话，千万千万不要再说了。我已经觉得我们是谁啊？再牛的销售，客人就是为这个品牌在买单。你把这身衣服换了，走出这个店面，你是谁？你还要把他们带走？你带去哪儿？行了，你收拾一下吧，早点回去。行了，福店。支配，没勇气愧对，看自己的傻金无言以对。别气馁，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卑微，哎，是不是有我的快递啊？对。小金姐，谢谢。冯曼妮，朱小琴，太好了，在这儿碰见你。我一直想着还你钱，上次去店里没找到你，我去给你拿啊。你认识他呀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他就是那个死怼积分的销售啊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谓的清白，对吗？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死怼积分。现在已知和清晰的事实，积分和消费券都在你名下的卡里。既然有利可循，人肯定是不能再留用了，并且我们也会通报各大商家，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的结果。开会呢，你干嘛？徐总，我可能能帮他证明一下，万一不是他干的，他要是被冤枉的，那以后他在这行都没法待了呀。钟小琴，你干嘛呢？其实不用很麻烦和很多时间的，你们去查一下前天下午3点到3点半之间四楼收银台这张大存单是不是那个时候存进去就行了。对。停，就是他。放大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呀。哎，这不是咱俩那天巡店的时候吗？对啊，我那天正好经过，听见他在说你的名字。王曼妮是吗？对，好，在这里签下名。情人节吧。名字一样，长相差好多。可是这个人我肯定不认识的呀。就是觉得有点眼熟、啊，他会不会是你们顾客啊？要不然你翻翻朋友圈。我是不会道歉的，我辞职就是了。琳达，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，你干嘛这样？不爽不高兴成吗？这个店里不是只有他王曼妮拼命，我每天也是站满10个小时。旺季的时候我也是3天5休。销售主管的位置，我也等了2年了。他凭什么插队？就因为运气好，那个大单子砸到他头上，这公平吗？那是我努力挣来的，不是你努力了，就可以抵消我的努力。但是你占了我的位子，我就没位子了。我也不想再这么继续耗下去了，特别没劲。没劲就不要干，谁被你这样的人爱上了，真的是。你这坑同事确实不太对吧？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行了行了，大家别闹了。
这件事情毕竟关系曼妮，要不要报总部处理？曼妮，你做决定吧。曼妮，报。Mars。那就按照规矩办，怎么处理我，就怎么处理他。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歉。什么德行？